time flies. It's been almost 20 years since we hold our annual conventions here in Hualien. And most of you have participated in quite a few of them. But many of you might come for the first time. I see some new faces today. 2015年国际慈济人一年会揭开序幕。诚如理事长所言，今年的主题是灾难救助。2015年国际慈济人一年会和往年一样，在中秋节前后举行。今年478位学员 在花莲静思堂进行为期4天的交流讨论。有22个国家大医王们，一共呢回来有400多人，也感恩呐、我们台湾南部还有呢北东都有菩萨门呐、这就是弟子队也多来陪伴，也多来付出，这都是我们的大家庭，欢迎从远途归来的大医王菩萨们。但是呢，今年刚好又是有一个度 卷台风也已经呢，慢慢在增强中。是否能看见中秋夜高挂在天上呢？课程第3天，强烈台风杜鹃登陆，尽管风雨交加， 全球人医仍持续进行课程，到了傍晚，风雨明显增强。好，贴在身上，这样伸过来，这样贴在身上。好。Don't have any sea or ocean in our country, so this typhoon was the first experience for me. And when I looked on the TV, because Master was advising us about precautions and everything, very scary on TV, but it was not that scary outside because maybe I was surrounded by people all over and I felt protected inside. But I hope other people are taking care, like who live near the sea. You can see in Jingshi Tang, 我们国际人医菩萨们欢聚一堂，有菲律宾、美国，有印尼，有好几个国家，人人都有这样的人文唱出了各国不一样的他们的歌曲。 无不都是呢，祈祷、互相勉励的好歌词，来自于22个国家的人间菩萨，难得一年一度呢，能云聚在台湾，人人都是那样的充满了 爱的能量，实在是为大地而庆幸哦，非常的感动不过今年呢，就是巧遇到了杜鹃台风，所以很期待呢，大家既来此则安之啊。我们人人心中都有一轮 更明亮的星夜更清更明。这么多的国度都是聚集一堂，都是大医王，救人救世这一份呢，大爱无边际的，那就是最好、最明亮的业。但愿我们在这个中秋夜啦，展现了人人心中的明月亮。月圆人团圆，慈济全球仁医会志工相约每年中秋节回到花莲，与上人一同过节的传统其来有自。那起因是从菲律宾开始，一群的医师，从柯医师啊、吕副院长、罗医师等等好几位，每一年这个时候一定是回精舍来过中秋节，因为他们一群志同道合的大医王，他们都会在菲律宾啊很多的离岛，在离岛呢穷人多啊，却以前药，他们都会到这离岛去做义诊，一年好几次啊，形成了很团结的仁医会。吕副院长，他呢是天主教徒，可是呢，他对以慈济的那一份爱啊，实在是无话可说啦。宗教虽然不一样，可是呢，心态呀、啊，这种爱的能量呢是共同的。这都是呢，菲律宾啊，这很有规模的啊，也是有规模的归来，因为这样我们就开始呢，以这中秋为仁医会啊。2000年9月，慈济仁医会举办了首届年会，历届年会都有来自全球各地的医护、药剂、医技专业人员，还有参与义诊的志工齐聚台湾，交流医疗新知，分享这一年来的义诊心得，并讨论下个年度义诊方向与目标，为全球医疗贡献心力。而今年的年会主题则是灾难救助。今年我们有尼泊尔地震，再加上八仙城堡。我们慈济的这个理念呢，慈善跟医疗是手牵手，是不可分的，所以我们今年就想趁这个机会哈，来讨论一下啊，怎么样子在急难的情况之下，我们去提供医疗的同时，那一份关怀，那一份爱心。2015年4月25日，尼泊尔发生规模7.8大地震，造成近9000人死亡，22000人受伤。慈济医疗团迅速抵达灾区，和当地医师合作投入医疗救援。此次年会，尼泊尔共有17人来台参加，其中的盛伟医师透过分享简报，带领大家走访佛陀的故乡。Stone, marker stone, where Buddha put his first foot after being born. As the legend says, he stepped and walked 7 foot. 佛陀来自于现在叫做尼泊尔，去叫做加比罗卫国。尼泊尔今年啊，就是因为呢地震这样的因缘，所以佛陀一直都在说因缘，就是因为这一次的地震啊，人生苦啊，佛陀开始觉悟了以后呢，第一个说法也都说苦啊，苦的道理啊，佛陀要开导人，打开心门，人与人之间啊，要和平以爱的相处，所以叫做慈悲等观。要慈悲，人人要平等，这样的观念呢，来教育我们，希望我们人人明白，按照了他的方式，他的方法，身体力行。然而，在尼泊尔，不平等的种姓制度依然存在。信奉佛教的圣伟了解拔苦与乐是佛弟子的使命。Of course, my own sorrow was tremendous. Seeing people suffer, seeing people die for no reason, for no apparent reason, just a fraction of a second, and so many things have changed. So many things that were there, maybe taken for granted, is not there anymore. And that was a big lesson itself in impermanence. 地震发生时，圣伟不在国内，他的太太虽然也是医师，但突如其来的天摇地动仍让他受到莫大惊吓。I was also trapped inside the room, so it was accidentally locked. So throughout all the 54 seconds the earthquake occurred, I was locked inside the room, so I couldn't get out. Though it was not possible for me to run away, but still I thought that I could do something if the door was open. So I was very scared when the earthquake was stopped. I thought I will die that day because all the lights were swinging from here and there, all the fans and all the books. 灾难带来的巨变，可能是污毁人伤，也可能是亲人间的生离死别。受到冲击的心理该如何平复，也是灾难救助的重要一环。台北市亚裔身心健康协会创会理事长张爱倩博士受邀前来分享情绪危机处理的因应之道。怎么样在一个很大灾难中，让受灾者他的心情在很快的时间平复啊，还有我们的救援者，我们第一线工作人员，怎么样在灾难中，在工作后，我们可以睡得安稳一点，这就是情绪危机处理。尼泊尔一天厝一天厝啊，会住这人用时间甲当地灾难的灾难过后，紧急或者是缓和落来。开头咱为着要紧急救命，所以医生。医生都爱分科别啦，知影讲，迄个所在上重要的呢是骨，去互建筑物倒落去、跌落去，那除了外伤，过来就是骨折，爱要赶紧去的呢，那就是骨科、骨接落来。所需要的呢，内外科或者是急重症的，都要赶紧搁再换提出去。慢慢，就是在心理科、内科，中医科啊，一寡人已经是心理啦，咱已经看到去看迄个病院内底有真侪年轻的人，啊，伫迄个病院床里啦，到底有啥物病啊？也无外科。也无有其他的疾病，就是呢，就是灾后症候群，袂晓啉水，水啉袂落去，袂晓食饭，或者是看到物件啊，就特别吐。那亲像安尼呢，毋是伊身有病，是伊的心。抑阁伫真惊惶啊，困袂去，变成了呢心的疾病啦。啊，这规身躯拢无啦，瘫痪的病床里。那事实上，有的人会出现所谓身心症状，所以他或许他表现的方式不是真的的情绪不好，他可能告诉你痛。比如说，有的人就说：“哎，我从头到脚都痛。”可是他也说不出哪里痛。因为每一次经过一个没有预警的一个灾难，其实那个心被吓到了。如果没有很好、很快的把它安抚下来，之后就会我们看到的这些叫做压力创伤的一些状况。但是我们要怎么样？在我们协助受灾者的时候，让他感觉到是没有压力，觉得很放松、很安全的接受我们的陪伴，啊，然后很确认我们不是表面上只是听听你，啊，我们是比你更优秀的一些什么专家都不是，我们真的就是爱你。慈济医疗强调医人医心，慈济急难救助更有安心、安身、安生三个阶段的援助步骤。如国内的921地震、88风灾、国外的四川大地震、菲律宾海燕台风等，慈济人邀约受灾乡亲一起煮热食或是歌唱等等，都是为了让灾民重拾日常生活的感受。提起重建新生的勇气，在做危机处理很重要一点。我们相信每一个人都有复原力，啊，英文叫 resiliency。每一个人，当你被挫折到的时候，遇到挫折，你是可以复原的。After Sarvesh came back, I tried to worked with Chuchi. I tried my mind to work around, you know, helping people so that it can help me. About the pain of others, the only way to deal with it is try to help others as much as possible. Not because I am superior or they are inferior, or not because they are needy, but because they are me. We are all the same body, and only that kind of help or that kind of attitude can also help in bringing down my sorrow. That will also help in bringing joy. 年会的动态课程安排了学员参访静思精舍，张爱倩利用这段时间邀请尼泊尔赈灾团的团员分享救灾心得。进行团体心理咨商。那你对自己家人的关注开始增加。如果我找到方法，啊，我还是一样，对我自己还有对工作还是很热心的。啊，发生了意气外的事，你要怎么办？其实我真正要说的是，一切都有因缘，尽其在我就好了。谢谢大家的分享，这个很重要，希望你们把它养成一个习惯，好，三不五时的写一封信给自己，这就是我们危机处理的其中一个课啊，就是说要怎么样照顾自己的身心灵。面对巨大灾变，助人者也需要心理建设。2005年巴基斯坦地震，参与赈灾义诊的叶天浩医师，回国后在精舍分享时，仍难掩心中激动。给我心中非常的这种心中的回荡到现在我还是感受到那一种不忍。有时候我自己想一想都很想哭。那这是那时候的那个感受。我以前参加过印尼的发放，从来没有这种很强烈的这种感受，所以那一天我的心情非常的低沉。真的很感恩啊，但是呢，也是心里还是跟大家一样恁人转来到台湾啊，心还阁留伫遐。其实呢，从恁阿未去开始，我的心就已经伫遐啦。尽管是你们回来，尤其是在看到了你们这样的，心还是回荡在那个地方呢。我还是心灵呢，更矛盾吼。常常都说不见为清净，拢卖去甲看吼，啊，干那怎样可怜哦，啊，可能很快就过去了。但是呢，总是一念悲心起呀，啊，真的也很感恩吼。我们的天下还是呢，同心同道同志愿的人还是那样多。贴近了佛心啊，发愿行菩萨道的，毕竟呢，的确是大家都是有这一份心，踏上了这一块破碎掉的国度里。叶医师多次参与海内外义诊，尼泊尔大地震也有他的白袍身影，只是医者坚强的外表下，却藏着一颗柔软易感的心。能够帮忙他们，感受到他们的那种无望那所以那一种内心，我觉得是非常感受非常强。所以我之后就是这种动力让我就是会一直想要把握姻缘就是继续做下去。我没办法去像史怀哲这样去。去惠州我没有办法像这样子，可是至少我可以多参加这样的，这样参加这样海外的义诊，我觉得它是可以让我的生命就是因为利他更丰富。慈济在尼泊尔爱的接力赈灾医疗团共出团11次，在两地医师的合作下，诊治了1万多人次，并透过当地医师的呼吁奔走，成立了尼泊尔人医会。6月27日，他们举办了第一次的义诊。We have free camps. We provide medicine. We provide care, but we don't provide hope. In fact, that's a very big difference. 很感恩当地的医师们打从我们去的时候，有几位年轻医师呢，他白天拉下门来，跟着慈济人一起义诊当志工，晚上呢，他们一定要开门，因为呢，他们的这个生活并不宽裕，在当地的医师呢，薪资很低啦，他们也需要生活，所以白天拉下了这个门晚上呢一定要开门。我们已经呢在当地成立了人医会啦，也有呢后送医院哦。假如呢比较重的疾病啊，也可以有人呐啊，有医院能收容哦，而且呢帮我们来负责治疗啊，这都是合作的。现在需要的是当地人。 当地的医师来接棒的时候，所以啊，这一件事情呢是非常重要。这一定呢，把这样的种子啦，这样的脉络呢，要传下来啊，带动啦当地的医师呢，启发他们的爱心。So there are many things I think we learn from you. Your sincereness, your smilingness, your eagerness to help. TIMA is an organization which this organization is supporting to the really needy people and poor people, and it's a charitable organization. So I like to join in this. 国际慈济仁医会于1998年正式成立，截至2015年9月，全球既有24个国家地区成立仁医会，成员包含医护、医技、药师及志工等，人数超过16000人。回首仁医会的缘起，年代还要更往上溯源。我们。 医疗事业的很重要的一天哈，应该从义诊的第一天呢，我们应该就要算是仁医会的开始。1972年的9月10号那一天呐、啊，就是启用了那次。 仁爱街，而是德慈的妈妈的提供出来的这个楼下很宽广哦，所以呢，给我们呢当为义诊所，让小小的病啊就可以呢把它治疗好。 免得呢，一病啊，小病变大病呢，叫拖垮了家庭，家庭被拖垮了，孩子的教育问题就会产生啊，这都是呢恶性循环。再回顾过去啦，的确呢，人间。 充满了、啊、温暖呐、啊，这都是人生的过程。每一天呢，起一个动念，是善的动念呐、啊，有爱的念头，就开始起而身体力行，总是呢不忘初心啊。 就开始一路走过来。慈济从义诊所开展医疗置业，接着成立6家医院，以及海内外仁医会的陆续增加，不仅形成绵密的医疗网，更结合慈善，抚慰贫穷病苦，投入灾难救助。2015年，仁医会参与救助的2大事件，除了尼泊尔赈灾。 还有6月27日发生在台湾八仙乐园、震惊国际社会的尘爆意外。一线的急诊所呢，看到真的吓坏了，医生们呢也是眉头深锁。一辆一辆的救护车一直来，到底我们该怎么样做，才能提供最好的给这些年轻的朋友？ 8点40几分发生嘛，他看到新闻马上呢电话问消防局，那这新闻是真的吗？消防局回答的是真的，但是呢，患者无可能送到新店去，因为新店太远啦，甲八里吼距离太远啦。尽管我们的赵院长吼听伊安尼讲吼，他就了解，但是呢，电话空了，他马上呢通知大量伤患。尽管是不是会不会送到我们的医院，我们总是要做这样的准备，万一送来，我们就可以了，马上启动。所以器械要准备好，空间要准备好，船要准备好，他马上呢发布这样的，大家呢赶快就是各就各位，赶快准备。那开始呢，就启动了，人已经上高位啦，陆陆续续呢，一共送来13位的重伤啊。第一个街道就已经90多%啦，已经呢面目全非啦，那一种的惨状啊。因为小朋友都没有皮肤，很冷又很痛，所以大家把开刀房的温度调高，再用烤灯，所以外科医生呢汗流浃背，啊，护理师很体贴呢，就做冰袋让他背在背后，啊，透心凉一下。换药的团队7个人一组，非常用心的、很专业的来做每天的换药。许多有经验的护理师自己下班以后，或者是还在请病假，都在主动的回来投入，因此人力上都没有问题。我们的护理师为了怕孩子举手举脚痛，跪在地上为他们换药。每天我们投入的医护团队163人，他们为病人刷牙，为病人吃布丁，你会以为她就是他的妹妹。他们都不能回家，也不愿意回家，所以护理师的爸爸就卤了茶叶蛋，在加护病房门口来鼓励他的女儿说：“你这样做是对的。”也很感恩哦，我们的医院都可以，大家呢很自动的，从大林、台中、花莲，医护同仁呢自动就投入。那一段时间呢，真的都是呢，在这种的医疗置业情啊，大家呢都发挥到了很大。这一次的粉尘棒，这有关于这4、5、8个囡仔的一生啊，这是抹不掉的哈火，浑身的这种的，实在是印记哈，永远是磨灭不掉的。可要知道，年轻人呐，虽然他最痛苦啦，痛铁骨碎啦，天天要被换药，天天等等，真的是苦，亲像吼落北皮地个同款的苦，真的是这是剥皮地狱啊，也是火烧的地狱啊，这真的是苦不堪。虽然呐，这样受伤的日子，痛，哀嚎痛啊！医生也疼，病人也疼。医生是疼在心里，父母呢是心疼，还要呢担心，受惊受疼，这种上帝囝的心，疼在父母心嘛。我快没有力气了。最后2个了，对不对？还有3个啦。还有3个，好，来吧。我好痛。这是教程吗？哎呀，你以后不可以对你的病人这样子，害他好痛。我害蛮多病人都好痛，我也没办法。为了让伤患家属安心，又要避免伤者感染，台北慈济医院提供视讯设备，加上志工的陪伴以及协助采购用品，也让家属能稍作喘息，无后顾之忧地陪伴子女。此外，慈济还与阳光基金会合作，为4000位志工培训照护知识，为伤者后续复健做好准备。 那么看到他们最后欢喜能够出院，大家都非常的高兴。在这2位同学出院的时候，他们给了我一个深深的拥抱。上面这位子婷呢，说能够重新到呼吸到新鲜的空气真好。下面这位同学呢，他是我们护专的学生，他希望自己能够赶快好起来，做一个能够帮助 其他人的人。实习的时候，我都觉得为什么病人莫名其妙乱发脾气。可是当我当了病人，我才知道，因为病人不舒服啊、痛啊，所以会发脾气，所以要原谅他。如果以后我还是护理人员的话，我希望我会对病人很好，会去安抚他的情绪。 9月下旬，上人行脚台北，已经出院的晨报患者和家属，特地来向上人表达谢意。八仙粉尘爆的家庭，还有呢受伤的孩子们呐，有家人还有慈济人陪伴着哈，来看呐、来看师父。 也是同样呢，向着我表达向慈济人所感恩呐、好在慈济人呢长期陪伴，我也跟他们说啊，这一回啊，这无常瞬间呐、可知道啊，社会付出资源实在是很 到，因为呢，烧烫伤的医疗负担很重啊，而且呢，治疗的过程啊，这不管医护都是呢很辛苦，接受换药的受伤者是很苦啊，痛啊，苦啊， 难免会哀嚎哦，最多要记1个钟头呢，尤其是要长期看到啦，他们穿的压力衣啦，真的很辛苦，一直要勉励孩子们要乐观，要忍耐，打开心门。 绝对不要呢，走不出哦，这个心灵的创伤，应该呢就要走出来，这应该也要感恩呢，我们所有的接受烧烫伤的医院呐、的医疗，都是呢用尽心力哦。 那政府的鼓励啦、这么大批的这资源都投入哈，同时呢，慈济人都投入去安抚家属，让人心平下来哈。那这样的长期陪伴到现在出院呢，还是接力的爱。 看到他们出院真的很感动。回想在每天12点半的专家会议里面，曾经有一天，那是离这个事故还很近的时候，那个清晨，有一位林同学，大家就说，看起来哦，他可能机会很小，应该没有什么希望。他们回忆起来，那个时候院长坐在主席的位置，只讲了三个字：不可以。不是院长很跋扈说不可以，我其实是说我们不可以放弃任何一个希望。 晨报意外到年会举办已近100天，医疗团队的爱深深感动着学员。慈院的护士的他们的那种医人医病医心，他们的那些态度，就是甚至可以产假、生产假期，他都可以回来上班。然后在休假的，他们都愿意回来上班。然后就是好像无条件的付出，我觉得真的是很难得。 真的很感恩自己，就是说我们有一个很正确的一个观念，我们有一个很好的信念，所以我就觉得真的很不错。一切都是从心，每一个人呢总是一念一心，一念好心啊！你要做的好事，无事不成，只要你。 有一念的好心念啊，凡事呢都可以做得到。看到了人世间呢这份温馨、和平的爱，也离不开一念心，绝对不是别人要我怎么做，应该就是。 我打从内心的这份的诚恳的心，想要去做，这才是叫做虔诚。大医王、白衣大士、药师、药检师等等，都是聚聚一堂，大家共同一念心，大家都是。 付出这份爱心，这一份爱心呢，不分宗教。可是呢，我们有共同一个心念，那就是爱。不管是仁爱、博爱、大爱，不同宗教有一个共同的真诚的。 就够了。每一个人，只要呢有这份爱心，哪不能彼此和睦相处呢？菲律宾人医会在台风将至的中秋夜晚，感性唱着菲律宾民谣《还有明天》，祈求台风快快通过，云开见月。 祝福天下苦难不再，祥和无灾。他们在里面的节目呢，都是彼此之间呐、很融洽的度过了这室内的彼此欢喜哈、20多个国家能欢聚一堂。 真的是姻缘也很殊胜啊！但是呢，在这个时候多来一个杜鹃来临，所以呢，这真正的月亮无法呢，这个全貌啊，好几十年呐、都有过哈这样的人医会在精舍里啊。 也是同样感受到了，有的时候毛毛细雨，有的时候呢露出了月亮，那有的时候呢浮出了云，那记忆的月亮啊，应该呢都不变的哈、过去的月亮是这样，现在的月亮也应该是这样。不过呢，人的爱心也是同样。虽然啊，22个国家的大医王以啊，法医大师、仁医会菩萨们聚聚一堂，相信大家呢心中的月亮也是那样的明亮啊，应该呢也是那样的美好。真诚的祈祷，从仁医，从慈济人，从每一份角落都献出最深的爱，感恩上人一直点亮我们的心灯。愿今晚的力量能够成为这个世界上注入一份善的力量的一个起点。为病苦众生而付出，40多年啊，如一日啊，持不变。只是呢，我们的服务范围扩大了，这都是人间菩萨群大医王啊，这有志一同，汇聚一起，这都是一个人间的菩萨净土。期待我们这样的菩萨医王的净土，我们可以呢永恒的、永续的经营下去。